山菜，停车。干嘛在这里淋雨啊？跟我上车。我有话跟你说。我不能再跟你在一起。漆黑的夜晚，下起这场冰冷的雨，或许也只有在大雨中，我才能说出分手两个字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我会在今天就离开你家。等一等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们今天不是才一起出去的吗？你还记得吗？是要跟我保持对等关系，叫我不要搬离开家，有没有？